一个人喜爱你是一种快乐，一人喜爱你是一种责任。你要比所有人更努力，你要永远完美，要经得起更多人的挑剔，对得起更多人的信任，让大多数人都满意最不容易。做一款人人喜爱的手机，哪怕极微小的创新都需要倾尽全力。感谢三年来上亿用户的信任和参与改进，红米手机累计销量1.1亿台。感谢你，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。红米，国民手机。